最大的应该是性向，而且他有女友这件事情，是我老婆那天在婚礼的时候看到的时候，到好像狗仔发现一段新恋情一样，就说，然后还认真问了我们每一个人是偷的。三国志说贪王少伟来不及要许兰芳，皇后平脱单，六月惊问喜欢女的。很少也有就是要入最后一题然后开记者会。大家觉得今天会哭吗？脚本有写说要哭。综艺三国志9月24号将播出最后一集，六年节目宣告毕业。今天录制最终回现场，泪水欢笑交织。先前因为突发性脑出血开刀高价至今的纳豆在收摊前现身，主持群也在 IG 发文纪念。那丰田这次哎，最后的事啊，没什么能送你的，把我的便当让给你，最后一次吃便当了，当个宝贵。是啊，好痛苦啊！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最后一集？8月17日。你有记啊？对，因为我刚好去看完一台新车，然后我们制作人就打给我，我们节目可能要先休息。啊、然后我的新车就破灭了。最惨的是没有节目就算了，还要一直安慰制作人。制作人打了10个电话，哭了10次。对啊，对对对对。我有试图的安慰制作人，我说节目收了没关系。我还有隔壁老王可以让你发挥，他哭更惨。而且你故意在这么多记者的时候再讲隔壁老王，我觉得这个麦克风比较适合你。许兰芳摄影，又蓝又方，你看，我们都还没有机会提出邀请节目进来。隔壁老王可以邀请，因为我们线上人数不到50，所以我们暂时不邀请。被问到从三国志毕业最大的成长是什么，大家有感而发的同时也不忘互亏。因为三国志的关系让大家认识我，然后后来接到更多的工作。三国志是我的根，所以你断根了。是这个意思。我觉得最大的应该是性向，性向。那天威廉婚礼的时候，就拱桌叫他跟他女朋友拥抱拍张照，然后他就拥抱要加钱。你到底花了多少钱？合约签多久？没有花多少钱。而且他有女友这件事情，是我老婆那天在婚礼的时候看到的时候，吓到，好像狗仔发现一段新恋情一样，就说喜欢。然后认真问了我们每一个人是偷偷摸摸说，他不是 gay。我这个节目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勇气，你有勇气可以跟少宇哥借钱。我借钱不是有，不还钱还是有钱。他借多少？5万块，还不出来啊。5万呢、欸？他今天还挺高兴，还骗我说他要去那个开堆高机。而且我翻开礼金簿，我想说礼金簿应该很少，因为没有，他也没有特别少包。你有没有想到那一个礼金簿的钱是我们的？跟我讲说什么6、7月要还钱，屁都没有。